今天我们学习这款镂空花，也叫扇贝花，非常漂亮啊！这个你用两种颜色、三种颜色都可以编织。这马上到生气了嘛，生天的一件毛衣用这种镂空花织起来，不管你是马甲还是毛衣都是非常漂亮的。好，下面我来讲解这个花型的编织方法。一束花是，大家看啊，一束花，我们从这个针，我来告诉大家一束花多少针。你看，从这里开始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八针一束花。你想织把这个扇贝织大一点，十针也是可以的啊，看他个人喜欢大小。我这里是八针一束花，这花型怎么看都漂亮。倒过来看，有的人喜欢从领子往下织，他就是这样看的；你从下面往上织，就是这样看的。好，下面把花型教大家怎么去织这个花型。它当然也可以用单次编织啊，一个颜色也是可以编织这花型，织起来都会非常漂亮。好，下边我织了几排的缩板针，这样大家看花型看得更容易懂。我先用粉色来织啊，哦，两个颜色我用粉色来织，第二种颜色啊，数字线是白色。你也可以用数字线织成粉色，然后用白色来织花型也是可以的。第一行，先用粉字线来织一行下针。好，这里我们省行，这样往下编织，省行织下针。第一行我们织好以后，第二行反面编织，我们织省行的上针。如果你是卷起来织，你就织省行下针。我们这里是片织，所以说织一行的上针。好，一样的方法，省行上针，这样大家把它完成织过来。好，第三行一样的是一行的下针，第三行编织。好，继续把它织过来。第四行反面是省行上针，第四行好，省行织反针过来。好，第五行编织，第五行编织我们要开始织镂空花型了。第五行这里大家注意，看不懂的看两遍。好，是一个编针，然后我们两针合并为一针是下针啊，两针合并为一针是下针。好，然后呢挂线加针，这样挂线，一看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，好，六针的时候我们要三针合并，我们要这样三针合并为一针，这样三针合并穿起来，三针合并为一针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组花，你看啊，然后这里编针，然后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六针，第六针加六四针啊，加六四针，我们这里合并了一针，这里也把它一针合并掉了。好，下面再继续加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，好，第六针绕线好以后，三针合并为一针，三针合并为一针。好，第二组花好了，第三组花继续加一针两针三针四针
五针，六针，好，这里我们继续两针合并，好，把线绕过来，这里编针你可以在这一行织，你也可以留到下一行织，好，第一行织好了，第二行，这里第五行啊，第五行加针好以后，第六行编织，我们这里整行织下针，如果你是卷起来织，你整行织上针，每一针都要织下针啊，加针的这里我们也是织下针。好，整行这样继续织，每一针都织成下针。好，把整行织下针织好了，好，这里粉丝线我们织好了，下面我们就要换成白线来编织，换成鼠丝线，好，换鼠丝线来编织，好，换鼠丝线来编织，我们就一样的啊，两针合并，我们要收针的，因为刚才我们加了几针，这里两针合并，好，其他的针我们下针编织，大家看啊，这里是刚才我们三针合并的，我们现在一样的要三针合并，好，三针合并织下针，好，继续第二组花，下针编织，好，第二组花结束了，这里上一行我们三针合并，这里我们一样三针合并，好，合并好了，继续织下针，好，我们两针合并，好，反针编针啊，好，白线换完这行，到这里我们白线反面编织，整行是反针，这反面编织不加不减了，我们直接织就可以了，不加针不减针，是整行的反针，好，这里整行大家把它完成，好，这里到白线的第三行，继续收针，好，继续织下针，好，到这里我们继续要三针合并，其他地方继续往下织，
好，这里继续张真合并。我们这里合并是很有规律的啊。好，两针合并。好，第三行白线第三行织好了，第四行。第四行反面不加不减，整行反针编织。好，这样把它完成。好，到白线的第五行，白线第五行和粉色的第五行这里丝法是一样的。你看啊，现在我们点针数，你看编针不算花型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针一组花，第二组花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你看都是八针一组花啊。好，我们的白线第五行的丝法，编针，然后呢，我们两针合并，找到它的循环点了，两针合并，然后加针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。五次，好，这六第六次以后，我们这里要三针合并，合并的时候三针合并不是很好织啊。好，合并好三针划下来，然后继续加针第二组花了，一次、两次。三四四四五四，好，第六四以后三针合并。你如果织下来针数不对的话，那你就是加针和收针的时候你是不对了啊。它针数一时到最后来加针的这地方每组花就是有八针，大家有的试着试着就少了一针或者多了一针就很奇怪啊。好，一次。两四三四四四五四，好，六四两针合并。好，好，针加好了，第五行织好了以后，第六行我们整行一样的编织上下针啊，反面是下针，正面是上针，我们在反面织，所以做整行，包括我们加好的针全部是下针，跟我们粉色的第六行丝法是一样的。大家看到这里基本上都懂了啊，是花型的编织方法。好，我们把这里整行织完。看不懂这花型的，到我加针的地方你给放慢一点看，边看边学，有时候你看懂了织起来就是错的啊。眼睛看懂了手动的时候不一定是的对。大家记住加针和减针的时候不要出错，不能一针多一个花型多一个花型少，织起来就不均匀不好看。白丝线我们这行又织好了，然后下一行我们要换成粉色的颜色来编织，这样隔每个花型一个颜色来编织。好，这里我是白色和粉色，这里我是白色和蓝色，它配起来各有各的好看啊，看大家自己喜欢。好，花样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还有不懂的在我评论区上面留言。